下班先给我一点定金这样。我可以付清，我今天付清拿表也可以。我今天剩200,000额度，如果我今天汇200,000给你，你表先让我拿，你干嘛？当然不行啊，一定要付清。靠背对吧、啊？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，Magic， 我现在骑摩托车骑到一半，朋友蹲在这里抽烟。不要闹历史哦！我看你今天戴这个绿水鬼很帅哦，还有这个白钻，绿水鬼很帅，有没有？各位，哎、欸，这一只很新哎，刚好太太要，然后他问的那只我也有，他就要买了，所以我就骑车骑到一半，然后就卖掉一只劳力士了，因为我报价比较低啊，反正就是比别人便宜5万到10万之间了。我那只是2年前刚好有人去瑞士玩收到的，所以就卖掉啦。谢谢周董，让我省到一笔啦，谢谢周董。超扯的，就是骑摩托车红灯要等太久了，我就绕小路，没想到小路遇到朋友，绝对没谁，就是骑摩托车路过，然后看到他聊个天就卖掉手表了。但这下次可能也没机会啦，因为那是2年前买比较便宜。但是现在市价已经涨10几万，不过网络上是卖很贵了，认识的就便宜成本给他。哦，他现在跑过来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这边。还请我饮料，他老婆要全新的，确定没有刮伤，现在让他检查一下。那他先看表框，下礼拜再付钱。瑞士劳力士就说一定要拆，所以这个有拆，他怕你们要卖。定金5000。The world and the people are cold, perfect very low, how to find the gold? Roll it, roll it, it's a